介绍一个风池穴，风池穴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这个下滑际两侧，那头颅的凹窝。它主要是我们基底动脉跟内颈动脉的一个密集的地方。那因为当我们脑部的血流呢比较不充足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太疲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按压风池穴，可以达到提神醒脑。另外就是说肩膀僵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按压风池穴。